就跟我们的电动车，所有全世界只有两种，一种叫特斯拉，一种叫其他。哎，那个罗兰嘛，也是一样，全世界只有两种男人，一个就是罗兰本人，另外一个就是罗兰其他。哇，这种自信，对不对？好。因为他八百嘛，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128688，哇，要分个十百，这个数字很大。你觉得我有在听吗？没有，我解释给大家听嘛，分享一下。1969年，美国颁布出口管理法，将出口管制改为出口管理，取消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的划分方法，并放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限制。请问此一法案调整与下列哪一史事的发生有相同背景 ？A. 东德军警逐柏林围墙 ；B. 美苏两国建立热线 ；C. 美苏间进行核武谈判 ；D.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。嘿，正大附中 ，C 评一个啊，美苏进行核武谈判啊，答错。答错，不是，对不起。北港高中 B 吗 ？B B。好，不能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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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太那个。好，你答案是什么？你的是什么？他说 B B， 建立热线开始哦。OK，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，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划分为，因为当时他们制造原子弹的一位科学家，奥本海默，被怀疑是共产党党员，所以美国就是对他展开严厉的。去调查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分成共产党跟非共产党员，就这样，就跟我们的电动车，所有全世界只有两种，一种叫特斯拉，一种叫其他，就跟 Apple 就是 iOS 系统跟 Android 系统，对，其他还有那个罗兰嘛，也是一样，全世界只有两种男人，日本那个牛郎，全世界有两种男人，一个。就是罗兰本人，另外一个就是罗兰其他，哇，这种自信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样？化成 OK， 你想挑战哪一位？台东的最后一个，郑同学。哎呦，那一位看起来很凶，对，就是看起来很强哎，对，他很冷静，冷面杀手，他术理很强，对，冷静人，请出题。江陵1234567，8个数字，选三个数字组成三位数，且数字不可以重复使用，则可以排成的所有三位数总和为多少？总和哦，这个很精彩，因为逸婷也是数理很强的，对。这两位数理都是很厉害的，总和各十百，八个数字选三个数字，好，哦，嚯，来了，来，294，不对，答错，扣这个就扣一分了。好，请找下一位 PK 推墙，来，请回座。哎，真是好规矩，还把黑板擦一下。擦完才走，是个好学生。啊，正确答案是，哇，128688。哇哦！你要先从个位数，然后是一的时候就会有6×6=36种，然后等于是会有叫啪啪啪，所以你就要有36个一，超多的。啊，如果是二的话，又有。就有36种方法，也要啪，所以2×36，哇，所以就是1×36加2×36加3×36加7×36就有36，所以就1008种。所以同理到十位数的时候，要10×36，然后所以20×36，30×36，排，所以就10080种。啊，到百位数的时候就比较特别了，因为只有那个。
七乘以六有四十二种，因为它等于是少了一个那个零嘛，所以就四十二种。所以也要是一百乘以四十二种，四十二个，因为它百嘛，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一二八六八八，要分个十百。这个数字很大。你觉得我有在听吗？没有，我解释给大家听嘛，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。选择哪一位？先他。好，两位加油，选择南一中，出题。浅草时霜起，深丛忽冬明。晴之小月淡，意欲照人行。扇扑高无奈，风斜半玉横。殊为无衣懒，不拟着囊胜。此诗是出自宋代杨万里。请问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昆虫？来看看哦。好，好，二，来，萤火虫。萤火虫，恭喜大家！可以哦，是是是，加一分。是萤火虫，没错。谢谢，哇，谢谢。对，古代尤其这个，这选择萤火虫的几率是很高的哦。对哦，对，他在描写萤火虫。那就选择北港高中。什么？请说。就是我这一题，如果答应他的话，我最后还是只能对到我们自己的人了。你不用烦恼这个。你先答应。对，我先答应，我先答应。还有我，是，请出题。请看下图，是某地之漏头剖面图，甲到几地层皆为沉积岩，由最老到最年轻的先后顺序为何？二，海南一中。几物。丁丙乙甲，答错。错。没了，所以就没了，就不用答。OK， 不用答，这一题就不用答，就莫名其妙保送啊。还来，你看你们那位用到了，哎呀，要不然就轮到我了。哎呀，宪哥都准备好。那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正确的。丙丁戊己乙甲 ，OK， 来，请坐。